他爸爸讲电话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给他听电话，然后就在那边爆炸了。是爆炸地点在哪边？就紫斑海这边，他原本在那边。哦，原本就在这边。对。他爆炸的地点是在紫斑海里面。对，在紫斑海这边。哦。他当时有远景受伤吗？没有，没有远景受伤。啊，第一时间怎么处理？就是直接赶快去隔壁叫消防救护车，消防的帮忙那个急救。因为他一看他，因为他蛮严重的啦，一直流血，所以他后来就走到这边来。然后我们同事就试着安抚他，因为他其实还蛮多血，就请他在那边等消防的人员来这样子。然后就等消防来急救，然后再送去医院了。对，情绪是很激动吗？就是。对，因为他一些家庭的问题啊，所以他跟他家人好像有吵架，他想要看小孩的样子。那他是当时手上是握着，就是握着他说的那种爆裂物。他自己有说吗？就是那个是爆裂物。对，他就轻物了，就不要靠近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说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还是说他只是吓唬人家的这样子。嗯嗯嗯嗯嗯嗯。OK。